朋友们早上好，现在我们要带家人去泉州西街那一条逛一逛，然后看一下中山中路，逛一下那些建筑。啥时候来中啊？这边我们是要去坐观光车吗？有看到就坐，没看到就走路，因为我们是要去逛的。真的可以吃啊？真的可以吃。加一个五十。没有，我是摸一下，我没有说要弄。有我有芝麻的嘛？喜欢哪一个芝麻就管的嘛。感觉那一点比较摸起舒服点，那个有点摸起了，我那个舒服了。啊，那个可以，可以可以。啊，小的不行，那个刚刚好。你喜欢这种闪闪亮亮的？来泉州就是可以坐那个白色小公交，然后这一边是中山街。好看的，哎呀，你好看就行了。心里哎呀，是的，你放起穿嘛。这个给猪猪穿可以吗？哪一个？那个太老了，猪猪穿你很年轻，晓得不？很年轻的话，我不晓得那个。那件衣服颜色穿那么多，我以为很胖，这种他不胖啊，他就瘦瘦的人。穿那么多，好，那个可以，这个多少钱呢，阿姨？啊，我直接算一下，现在打折，打折往十打骨折，十里打，往十里打，打这件吗？你喜欢？还是的，不是的，他不穿。要不要试一下？不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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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这个，够快，我要这长了，这。可以啊，哪里小嘛？你还说小？啊，那个可以，可以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。那一件没得那个显瘦。你们两个在这里干嘛？研究萝卜枪、萝卜刀、萝卜刀。现在好流行啊，泉州，簪花。幺九五的有吗？幺九五的，幺九五的，看到没有？都是那个颜花色哈。嗯，那个颜色，那我那个颜色不都是那种颜色的吗？你排场不这种颜色？那个可以。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，可以了哈，可以了。你转过去让我爸爸看一下镜子啊。差不多了。我们也照一下镜子嘛。穿你去试一下，你先去找个外套一起试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。看一下啦，还可以啊，那个裤嘞，你看刚刚好。你们看的好多钱，几百块。你不用看那个价的，它有打折的嘛。打折嘛。对呀。不是，腰子大小可以啊。你要给他说2000多，他就不买了。没有，这个没有。一个裤子，一个裤子又不是镶了金的，要2000。我说2000多块，他也不相信。对呀。我们要走了，出发去下一家。爱情一点，两个爱情。一个红色的啊，看能不能扣。哎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、喜欢吗？这个多少？你喜欢吗？你需要那个裤子吗？裤子我已经买了，裤子已经买了。一定洗不要泡，直接按快洗就可以了。哦，快洗。不能泡的。哎，好的。要搞到搞懂。啊，这个40码试一下。没有。怎么样？大小怎么样？就是袜子不要穿黄色的。啊、哦，要穿那种浅色，要么船袜。来，暂且走一下，看看。看见哪一双更舒服一点？对，走走哪一个脚？你怎么能觉得冻的了？啊，你冻的我穿一斤的走走活动。都是40码哈，都是40码哈。嗯。都比较软，现在的热敷鞋不会硬。都是不是那种以前那种硬的。嗯、妈，穿鞋子一定要穿的合脚哈、啊，你觉得这个好的话，就一定要选这个，因为。你不要嫌说那一个便宜，你就要那个。嗯，不要。对，鞋子是一定要穿，对，鞋子一定要穿合脚。小点，打卡一下。中山路很想你。
这家理发店可能开了有四五十年了。哇，超大的爱心。雪糕，哥哥给你选的粉红色。谢谢哥哥。嗯，不要谢。来干杯，干杯一下。干杯就烂了。干杯就烂了。你看这个漂亮吗？这个是什么龙？中午饭吃一下。那你好。你好，八份咸饭。哇。六份那个牛肉羹汤，然后一份牛杂。六份牛肉羹，一份牛杂。啊、嗯，然后一份青菜。牛杂牛肉，包括配骨肉都一样，给你大一点。嗯，好吧，两瓶饮料，还有一个黄脑鸡我。哎，大姐那边有四碗，这边有四碗啊。这边有，那边也有。那边几碗？四碗。这边也是。没有，那边是三碗，因为两姐弟是一碗。哎，牛杂是我老公的，我去给他换。啊，好烫，好烫。那个黄鱼还，然后鲑鱼还很好。然后这个肉的我们放这里。然后这三个拿到那边去。剩余的全部。啊，青菜，我奶奶的。好，可以了。那个肉是那种嫩的那种牛排。他那个汤喝完可以去加点汤。他是那种可以续汤的。阿姨，如果要叫米饭的话，还是去那边叫是吧？啊，好的，谢谢。去慢点儿。他吃掉了。哎，吃掉了。吃饱喝足，走嘞。那个是咸丁宽哦，公交车。泉州小复古，好漂亮！耶！你看那个大巴车，为什么这里是扁的呢？肯定是扁耙子。那存家珠宝呢？来，送我一个。好，谢谢。Hello 。哎呀，想不想我们呢？爷爷奶奶呢？在看衣服是吧？我刚刚压得。哦，得哦，那就是得意味的。啊，没嫌不多，有好看。哎，我刚刚这件没坏看，妈，就买这辆。买，走。可以可以。给镂空的，镂空的。这个妈，这个好看。啊，去去去呗。不不。哈，哦，配这个鹅下好看啊。应该有什么装装饰的品那种才好看。哎，金链子啊，把你那个金项链给。可以来门内，可以靠门内，哈、啊，你何况何况何况，我就说，我是刚刚，爹爹安尼就何况了，我就刚刚就缺个什么物件，哈，何况何况，爹安尼，靠去看者，靠看者，拍照，姐妈，我下这里。我是现场你忙个买鸭子虾，你这种就要配鹅虾，你忙个鹅虾我那是今天的，忙个配其他虾了，其他虾都太花了。你配个鹅虾的版型较好淡薄的，这种薄的，好，这套好看，好看，嗯，就买这一套。这个都看你这个外套穿的，身材，你说身材也好的，好修的，穿不修？没的，你春天穿咯，哦，暴雪的不？我怎么了？几年了？我怎么好过不？啊？几年？啊？可能，哦，我无个好子，可还有打底霜的档，无牌款哦，妈你看麦，大小也 OK， 差不多了，啊，这种春天穿几领就好了吼、哦，这个不是五十块，这个、不是哎，这是，我是感觉你底这种欧夏比较耐看，比较合配，买个重是这种五十下，啊，七百，
三沙了，你可能没。那个裤脚有点长，就去剪一下。那没错。那可以啊，这个颜色没白看啊，那个吗？那件还可以，我觉得。那件春天的时候穿，里面的衣服给它配个。不能去配它噻。哎，那种牛仔衣哈，那种牛仔衣子穿应该也好看。不好，他不喜欢穿那种。你俩。哎。那种卫衣啊，那种卫衣啊，那种卫衣搭配一下哈，配起穿，那个也1.5米的嘛，1.4米，1.5米得的，那个大小可不可以嘛？应该也可以，我感觉。那条、那袍、那套都给它整起。又是抱一大堆。这是第二摊。完美结束，一人一票。我哥停的是那边。啊，包括你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明天别人再看，打算买点馒头，明天当早餐回。今天泉州有点下雨。来20个啊！好的。5块8分8，1分2分，雨越下越大了，朋友们，回家了。